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上雷响中国强大的评审团。首先要欢迎的是我们的三位专家评审，欢迎曲艺名家李伟健老师，欢迎，欢迎我们的豫剧名家王红丽老师，欢迎，同样欢迎我们的豫剧名家孟祥黎老师，欢迎，当然还有我们的十位明星擂主组成的明星擂主评审团，掌声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晚是我们狼牌特区杯梨园春2018雷响中国全国戏迷擂台赛初赛的第二场比赛，依旧是会有八位选手他们通过海选登上梨园春的舞台。今晚他们将会通过两轮的比拼，最终将会有两位成人组的选手和一位少儿组的选手走进下一轮的比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吧。现在让我们请出今晚对阵的第一组选手，有请。为保国，我不怕碎骨。
理想中国2018年第二场节目的第一组选手，来认识一下这两位啊。李翠红大姐是咱们狼牌特区杯李元春全国戏迷擂台赛2018海选赛濮阳站的冠军。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李大姐还擅长很多其他的剧种。今天既然来到现场了，大姐咱也别谦虚，咱们就大声的跟大家介绍介绍，您还擅长什么剧种？河南坠子，嗯，四平调、月调，还有呼吸话老师的大调曲子《离火子离魂》，我最喜欢的就是河南坠子。您不如给我们展示展示怎么样？不绣针里的不绣线，吃罢了饭你把门子串，串罢了东院串西院，到上午该吃饭来点饭，吃炕馍你嫌高，吃蒸馍馍你嫌悬，你单吃羊肉包子就三瓣，不吃皮儿不吃菜，光吃里头的肉蛋子。哎，好玩好玩好玩。哎，唱的还真不错、啊、肉蛋子儿，这嘟噜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这个河南坠子里边有这么多的嘟噜。但是你唱多有生活气息呀、啊、羊肉包子就算半儿啊，然后嘚嘚这是专家专家，真好听。孔德臣，你跟大家说说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最长的一次吧，好像就是开了一天一夜，就是累了困了，唱两句，唱两段，还能释放心情，缓解压力。开车唱戏两不误。你以为开着这个大货车，放着那录音带，戏就学成这样了？人家是有诀窍的。我家里有那个地下室。在地下室里练，这里人少、啊哦、没人、哎、没人看。后来我又找到一个更适合练嗓子的地方。什么地方？其实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说，大胆的说。澡堂里。就别别，澡堂子里真的练唱戏。真的在澡堂里，每次跑车回来比较脏、嗯、比较累嘛，我又到我家那个附近有一个小澡堂，嗯，去那里面唱戏。嗯，然后呢，里边因为潮湿嘛，对嗓子好，还有那个回音，就这样一来而去一来而去。现在老板也是我的粉丝，我洗澡开始免费了、啊、开始免费了，真的免费了。唱戏啊，那媳妇儿支持吗？媳妇儿开始不支持，我媳妇儿从反对到默认到支持到现在的特别支持，特别支持。我得看一看现在支持到什么程度。我们刚才孔德臣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他们家里边都看着呢。现在全村人都沸腾了，都知道我在李元春打擂呢，真的。现在都在你家？对呀、啊，全在我家。我们现在就可以互动一下，和村里互动一下，看看村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我已经这么多人呢、啊。你们好，你们好，看到我们了吗？哎呦，你们坐的跟赵全家福似的，你们可以稍微放松一点，没关系。你们也看一看我们李元春的现场。观众席，我们的评委、专家评委，我们的明星擂主，你们看到了吗？唱了怎么样啊？这样好不好？咱们这一大家子，刚才孔德臣说了，他为什么今天特别有力量呢？因为他知道全村人都来了，都集中在咱们家，给他加油助威，咱们全家人给他来个口号，给他加加油，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提点小小的建议，在唱戏的时候一定要往巧了唱，因为你是一个天生的好嗓子，然后就觉得你卯着劲儿，就一直就是往外嗡啊嗡啊，就是这个抑扬顿挫呀，一定要再唱得好听一点。李翠红，二号选手啊，我看他的坠子的功力啊比较深，四平调也不好唱。哎，我原来我在戏迷招亲里边也唱过一段四平调。我的婚事早已定，我才敢把她嫁中英。这个李翠红在吐字上再注意一点，哎，咬字一定要清晰。他们两个人一上台，
啊，特别是德臣，这个嗓音那么嘹亮，让我感觉到作为一个业余的选手，他能够这么好的条件，让我很惊讶。这个翠红唱的也特别的棒，尤其是刚才他这几句坠子，哎呀，我那么爱听河南人唱坠子，那么有味儿，而且那个词曲那么深奥，那么有哲理性，又那么贴近生活，又那么接地气，特别的好。接下来要打分了，那现在首先呢是我们现场的500位大众评审，大家请做好准备，来，首先为孔德臣打分，请打分。最终得分是351分，恭喜你。好，接下来是李翠红，各位做好准备，请打分。哇，李翠红获得了观众打分401分，恭喜。好，这是我们的观众打分，接下来我们要叠加场外梨园春的微信公众号投票，根据场外的支持率我们转化为分数，孔德臣得分99分，李翠红是1分，请叠加我们现场500位大众评审的打分。好，现在叠加之后，孔德臣450分，李翠红402分。接下来要看一看我们的十位明星擂主，你们怎么抉择？2选1。好，来，请表决。十位明星擂主全部投票投给了2号选手李翠红，要为李翠红加上100分。所以最终李翠红的得分是502分，孔德臣450分，我们祝贺李翠红进入第二轮比赛，恭喜。欢迎您继续收看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福森园九月故事，爽口爽心更爽味，要旅游就到丹江大观园。狼牌特区杯2018梨园春雷响中国戏迷海选活动已经全面展开，详情请您咨询狼牌特区线下专卖店。本栏目由关爱儿童的比志高药业赞助播出。再次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狼牌特区杯2018梨园春雷响中国戏迷海选活动已经全面展开，详情请您咨询狼牌特区线下专卖店。感谢豆本豆豆奶国民营养好豆奶的大力支持，感谢河南九曲乡调味品公司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下手楼不偷，不偷不休，不管谁打。
夫妻情。来形容人多势众。今天你带来的这一助演都是什么角色呀？我是来自濮阳艺校的一位老师，这些都扮戏的都是我的学生。小生老师看上去年纪轻轻，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到剧团里面去做一名演员，当主演唱大戏，你是怎么想到去当老师了呢？因为我从小的愿望就是当老师，今天呢我实现愿望了，我也带着我的学生一块儿离梦想更近了一步。小陈老师教的怎么样？我们说了不算，咱俩问问学生们感觉怎么样。小陈老师教我们，对我们都很负责。负责，好，来了一个关键词，你会怎么评价呢？一个字，好。两个字，很好。你三个字不用说了，我们可以跟你一起说，三个字，非常好。这个时候有这些孩子们在舞台上配合自己，而且呢看到他们这个一番进步，这当老师的心情自然不一样，非常的幸福。好，再一次感谢一下，谢谢，好不好？谢谢小陈老师，谢谢助演的同学们。刘佳佳对梨园春的这个舞台应该不陌生。你不
不认识我了？咦，我咋会不认识你了？你都不止一次来了。那你猜猜我哪一年来了？你猜，那我还真猜不准。我是2007年来了。哎呦，这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阶段应该说一个人变化最大的十年，但是唯一没变的就是对戏曲的喜爱。对，因为从小呢，我12岁还是上艺校，上艺校的时候我一点嗓子都没有，根本都唱不出来。我要坚持，我非唱不中，然后我就找老师，我这儿找那找，只要一直唱好了，我都拜老师。然后我就每天练练戏唱腔，练戏里边唱腔的技巧，然后慢慢慢慢，终于唱出来了。从没嗓子到有嗓子，这个是可以通过训练可以获得的，可以改变的。他说他12岁考戏校没嗓子，我想着两个原因，一个可能是嗓子先天条件不太好，再一个就是女孩子也有变声期啊，嗓子是可以通过后天的气息呀、方法呀，去锻炼的。以后还要多练，因为你的嗓子现在还不太圆、不太亮，所以要加强你中低音的训练。陈焕焕呢，这个小老师带着小学生，扮相很漂亮，刚才唱的我觉得发挥的也好，但是就提一点，你刚才你这个身段啊，你这个手啊一直在折着腕子，就是不好看。你看你还是折的，还是这样的，一定要圆，戏曲是以圆为美。所以刚才包括你这个笔，这个笔也是这样的，这是夹着的，这要展舒展。对对，因为你是老师知道吧，所以我都想就是要教学生，就是自己一定要做到就是非常的正规，就是让你的学生好好跟你学。这个佳佳跟焕焕的这个演唱让我感觉到中国戏曲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让我感到这个戏曲的魅力。你看行头啊，这个身段啊，唱腔那么讲究，我想之所以它好看，它所以影响几代人，让人着迷，就是完美。一个演员呀，有天赋，那是多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可以让一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我也特别希望我们送孩子来学戏的这些家长们，不要今天送孩子学艺，明天就让他们成大腕就出成绩。戏曲，中国的戏曲特别需要积累，特别需要舞台上的摔打，也许是10年，也许是20年，但是没有积淀就不会有角儿。那接下来就要看大家怎么打分了。你们两位啊，首先来要为牛佳佳打分，现场的500位大众评审，请打分。选手牛佳佳获得了337分。好，观众打分得了337分。接下来是陈焕焕，500位大众评审做好准备，请打分。选手现场观众的得分是336分。我们现在请叠加场外梨园春微信公众号的支持率。好，根据支持率我们换算了分数以后，牛佳佳的得分呢是27分，陈焕焕73分。请叠加场内观众的打分。叠加之后，牛佳佳的得分情况是364分，陈焕焕的得分情况是409分。好，陈焕焕暂时领先，这不是最后的结果。那接下来还要看一看我们的10位明星擂主，你们怎么表决？准备好了吗？请表决。看一下，
10票都投给了牛佳佳，为牛佳佳加上100分。我们看看最后的分数，牛佳佳464分，陈焕焕409分。祝贺牛佳佳进入第二轮比赛。愿水
一下张建军。可以说啊，他今天创造了今晚比赛的两大罪。哦，第一，他是今天晚上比赛所有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今年66岁。第二，他是路途最为遥远的选手，他从新疆赶来。我们掌声欢迎这位天山上的来客。欢迎欢迎。张大爷，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爱戏爱到什么程度啊。哎呀，我爱戏爱得了不得，走路也唱戏，是干活一样唱戏，做饭也唱戏，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呢都在唱戏。哎呀，唱得可得劲了。后来呢，有老师教我们了。这个老师是谁呢？就是他，手机呀、啊、您这手机是老师、啊、老师好，老师好啊，老师好。丽丽，这是新老师下来很多的咱们荷兰的名家的这个艺术家的段子，经常我放开听一听。总有一天我想要站在这个梨园春，今天我的梦想实现了，我站到这个梨园春了。我们可是听说这新疆的朋友啊，都是能歌善舞，雅克西什么都会。哎，您怎么样啊？能不能教教我们，让我们下次去新疆的时候，也能和新疆的朋友们一起载歌载舞的舞起来？啊，新疆一共有53个民族，嗯，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舞蹈，嗯，我先教你好两个动作。好，我教的动作是维吾尔族动作。第一个动作，无袖的，手叉腰。哎呀，还有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啊，哎，是您做第二个动作，不是？哎呦，不跟你教你动作了。哎呀，您还教我不一样的呢。哎、不一样了。第二个动作，也是最最常见的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哎，这样子，我们从第一个动作串到第四个动作一起来，怎么样？最难的来了啊！老刘，我跟你讲，看看人家的表演，再看看你的表演，我觉得应该给你叫刘大爷。哎、一点都不灵活。我以为你给我一个差评呢。啊，我们谢谢、啊、谢谢张大爷，真的太棒了。巧莹姐哈、啊，听导演组告诉我们说，你有很多年没唱戏了，今天又怎么想着来到梨园春雷响中国的舞台上呢？今天登上这个舞台呢。我想特别的感谢关峰老师，因为我是999期的时候看了关峰老师的那一说了一句话、哦、他说梨园春是百姓舞台，是一个圆梦的舞台，天期梨园正青春，所以我一定不能错过。哎，我听说您在这个过去的时候还办过剧团是吗？当年呢办的规模不太大，也是自己的带的一个下边的民营的一个团体、嗯、也就是30来号人。哎呦，虽然我团的规模小 啊，但是当时我团里边一位最小最小的演员，现在可是咱们梨园春最有名最有名的金奖擂主。谁？孙翔宇。哦，孙翔宇、啊、是的是的。哎呦，他那个时候在你们团待过？待过待过。多大的时候 啊？那时候大概也就是13岁的样子、啊、当时小雨大概就这么高，他就是可怜巴巴的看望着你，他说婶你让我上一次吧，让我上个龙套也行，实在哼唧的不行了，我就上的就让他上了一次龙套。上龙套你知道吧，他那个太小，那龙套衣服穿起来跟那大袍子似的啊。当时我在旁边看的时候，哎，我说小雨怎么跟别人一般高啊。最后下场的时候一量那个龙套的衣服，他那个脚下边啊放了3块砖，你知道吧。好，这个爆料完毕了，今天我们的当事人孙翔宇来到了现场。接下来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当事人，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哎呀，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真的真的。跟婶婶有多少年没见了？有，这大概有
八九年了吧、啊、差不多十年左右、啊、婶婶有什么变化吗？对，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哎呀，翔宇有什么变化吗？翔宇长高了，也变帅了。你看这八九年没有见面了，今天我觉得二位也算是有这个知遇之情哈，在一块儿、嗯、能不能在舞台上跟我们合作一把？可以，我用豫东老调版唱那个倒霉大叔的婚事，月光下。他呀仔细想看呐、啊，只啊见他羞答答呀，低头不言啊，后啊圈他只做了啊这好事，一件呐、啊，啊啊啊啊，啊这我心里呀、啊。我心里好像那个扇子扇呐，啊呀哎呀，啊那个呀还那个呀还那呀，啊！这阁主他看人咋这样死呀？感谢两位。马巧英，哎呦，你的嗓子太好了啊、哦！听得出来你的嗓子是非常天然的、原生态的，没有经过什么专门的那种训练，没有，完全可能是自己学。是，对，刚才您唱的是那个张宝英老师的代表剧，这段戏我总体感觉得唱的还是非常好的。提一点点小的建议，就是在吐字上再加强一些啊，可能就更加完美。建宁大哥，你这种心态非常好，我希望你啊拥抱这样的心态，我估计你能活到106没问题。哎，再一个，虽然说刚才红姨说了你这个身段不太好，但是你的舞姿好啊，你将来适合演小品。哎，你他一说话他跟那个演唱两码事，对不对？你看说话那个声音非常洪亮。哎，将来再研究研究唱腔问题，关键还是勇气，我感觉是。哎，有时候那个唱到高音的时候还拖不住，哎，还有点我们内行的话就是还有点亮相，是吧？哎，这是我的感觉哈。我希望你继续啊拥抱这么好的心态。建军大叔啊，不远千里从新疆来到黎元春的舞台，真是让我很感动，特别是老先生学戏的那段经历。我们现在条件好了，我们现在想学点东西通过网络啊，刚才这个叔叔也说了，通过手机现在都方便了，但是我们缺少了执着，缺少了用功，缺少了为事业付出心血的那份决心。所以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应该向长辈们更多的学习这些优良的传统。再说说
乔英婶子，因为我觉得乔英婶子代表了很多的戏曲曲艺，特别是传统艺术的这些前辈们，如果没有他们提携年轻人，如果没有他们给年轻人机会，特别是那三块砖啊，那三块砖垫起的不仅是身高，它更缩短了一个年轻人追逐梦想、实现梦想的距离。这个距离啊，可以让年轻人为之奋斗，更是获得丰收的一个最佳途径。我感谢您的那三块砖。请我们现场的500位大众评审做好准备，即将到我们投票的时刻了。如果您喜爱哪位选手的演唱，就为他投票吧。首先我们来为二组的一号选手张建军来打分，请打分。恭喜张建军获得327分。接下来邀请我们的500位现场观众为我们的孙翔与他婶儿马巧英大姐来投票打分了，各位请打分。马巧英得到了397分，恭喜。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分数的分布情况。张建军327分，马巧英397分。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在我们的梨园春微信公众号上的支持率的情况。来看一下，张建军获得了3%的支持率，为张建军加上3分。马巧英获得了97%的支持率，为他加上97分。来看一下这一轮过后两位的得分，张建军330分，马巧英494分。这还不是最终的成绩，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星类主评审团的支持率情况，请选择。一共有3位支持我们的一号选手张建军，为张建军加上30分。那有7位我们的明星类主支持我们的二号选手马巧英，为他加上70分。来看一下两位的最终得分，张建军360分，马巧英564分，恭喜马巧英胜出，恭喜！也谢谢我们的张建军张大爷。为人
上藏我这往下跌，我只带两跑断带断带两跑，一步一跪下心乱呐、啊，我把母亲埋见呐。给我们介绍一下台上这几位都是谁呀？这是我的媳妇王宝钏，媳妇儿。这是我的丈母娘，丈母娘。这个是我的夫人，代战公主。孩子太实在，一下把这个舞台上的角色关系说了。其实叔叔想问你的是，你们生活中这都是你的同学吗？是。那这样吧，你既然你们都是戏校的同学，你们三个姑娘能不能用唱的方式再来夸夸你们的小男神，好不好？皇上，你看看你的这三位同学把你夸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咱们绅士是不是也得回敬一个呀？掀起了你的歹头来，让我看看你的美，你的眉毛细又长啊，就像那天上的弯月亮。开心就好，这就是孩子的世界哈。好，谢谢我们三位配戏的孩子。哎呀，说实话。哟，他一上来吧，我就特别紧张，我就想问问呀，这位恶婆婆，你现实生活当中饿不饿？不饿。真的？为什么？因为我在家里吃过饭了呀。合着还没整明白这饿是哪个饿呢啊？我听说你不仅是戏唱得好，还会很多的才艺，是吧？都会什么呀？还会变脸，还会唱童年。变脸呀，哥哥，咱们说变就变，看看啊，先变一个开心的，再变一个嘟嘴的，变一个啼笑鸡，再变一个生气。一个七岁，一个三岁，两个人加起来才十岁，不得了！祝你们两个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我没见过这么萌的婆婆，这个恶婆婆让我觉得，如果我们家有那么一两个的，我还是挺高兴的啊。你说这么小的年龄，她一下就能进入那个状态，不得了！这个孩子前途远大，不可估量。再说说我们这个静博啊，也是岁数不大，你说这么小的年龄抓这个人物一下就抓得这么准，太难得了。我算知道我们梨园春为什么能坚持24年，这一波一波的你受得了吗？受不了，无止境啊。你看这两个主持人，你没准将来都老得主持不动了，但是你会看到梨园春的舞台上
永远有新鲜的血液。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投票时间了，请500位大众评审做好准备。首先让我们为1号小选手格格来打分，请打分。好的，恭喜赵兰叔，我们的小格格获得了389分。接下来为我们的2号选手小皇帝徐静博来打分，各位请打分。好的，徐金博得到了360分。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两位选手微信公众号的得分情况。少兰叔，我们的小格格获得了97%的支持率，我们为少兰叔加上97分。我们的徐金博获得了3%的支持率，为他加上3分啊。这还不是最终的分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3位专家评审，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徐金博加上50分，加上50分，请选择少兰叔。我们为少兰叔加上50分，徐金博加上50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情况：少兰叔536分，徐金博463分。我们恭喜少兰叔，恭喜格格。狼牌特区杯2018梨园春理想中国戏迷海选活动已经全面展开，详情请您咨询狼牌特区线下专卖店。本栏目由福临门营养家特别赞助播出。好，刚才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每一个人的表现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每一位评委心里都有数了。那现在我们要再一次把进入第二轮比赛的我们的3组成人选手请回到舞台上来，欢迎他们，掌声有请。你不男，我独女。
咱牵挂不忧，挣钱多挣钱少俺都能将就，俺都能将就。三位都已经演唱完毕了，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经过我们的观众投票之后，分数最高的一位直接晋级，另外两位要交给我们的三位专家评委。现在500位大众评审，请大家做好准备，先来为李翠红打分，请打分。李翠红，观众打分278分。接下来我们来为马巧英打分，请大家做好准备，请打分。马巧英获得了347分。好，接下来为牛佳佳打分，请打分。
佳佳，观众打分340分，排在第一位的马巧英直接晋级。舞台上还留下两位选手，在我们的专家评委投票之前，我们特别想听一听我们的热心观众还有我们的明星擂主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首先有请刘文。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现场观众，来，我们身旁这位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怎么称呼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省人民医院外科的一名医生，我叫殷颂慈。台上的两位选手哈，李翠红和牛佳佳，您个人更看好哪一位？我觉得那个翠红老师，虽然在唱的过程当中有两句词儿没有记得很清楚，但是对于我来讲，对这个四平药有一种特殊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他唱的在基础的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我比较喜欢他。你应该也会唱戏吧？会一点点，不是特别专业。要不要听两句？啊，听两句哈。那一年风雪夜，我饿昏在药厂，为送饭把你的手脚冻伤。香香姐一碗热面送我手上，我满眼的热泪滚滚洒胸膛。谢谢，请坐，请坐。首先我身边的这位啊，刘善全，在唱朝阳沟的金奖获得者，感觉今天晚上的比赛怎么样？李翠红大姐唱的时候我能体会到她那种感觉，她应该是一口气卡到那儿了，所以说她中间好多声音出不来了。但是今天论发挥应该还是牛佳佳发挥的比较正常，我比较支持牛佳佳。李翠红李老师哈，我觉得我非常期盼您第二段比赛的时候如果能唱坠子，我觉得您今天肯定要胜出，因为您这个嗓子到第二段已经吃力的非常非常累了，嗓子太疲劳了，有点吃亏。您二位的嗓子今天说实话我都不太理想，牛佳佳发声位置不好，您都是用嗓子吼的，头腔一点没用，高音一点没用，声音都不集中，都是散的，如果集中一下用气声唱，加点方法可能会更漂亮一点。那来看一看我们三位艺术家评审最终的选择会怎么样。我就支持李翠红。李翠红，为李翠红加上50分。现在的比分是328比340。红丽姐，您的选择是？现在的比分是328比340。红丽姐，您的选择是牛佳佳。牛佳佳加上50分。李伟健老师，牛佳佳。最后的比分，李翠红328分，牛佳佳440分。祝贺牛佳佳顺利晋级。好，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理想中国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